国家一级演员王兆林老师和山西省曲艺团党委副书记、国家一级演员马晓红老师为我们带来一段朗诵《人民万岁》，掌声有请。你从韶山水田的黄色的千亩上走来，你从安源煤矿的黑色的巷道里走来，你从湘乡的那棵垂挂过许多苦难的老槐树下走来，你从长沙的那口映照着许多血泪的清水塘畔走来，你走来径直地走上天安门城楼，向着创造历史的人民用深沉的湖南口音高呼：人民万岁。你从能够望到民族志气的上海望志路走来，你从可以看穿世纪英语的南湖烟雨楼走来，你从八百里井冈的很有特色的中国的秋收里走来，你从二万里长征的很有气魄的中国的长跑中走来，你走来大步走上天安门城楼，向着改造历史的人民用洪亮的湖南口音高呼：人民万岁。你从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走来，你从顿时你从史记里的秦皇汉武的赫赫武功中走来，你从资治通鉴中的唐宗宋祖的熠熠文采里走来，你走来很现实地走上天安门城楼，向着扭转乾坤的人民用可以穿透乾坤的湖南口音。
走上天安门城楼，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。主宰世界的人民才会让你在世界上万古永垂。这就是你交给我们的哲学，呼人民万岁的人。坐下，合适啊，人民万岁的人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的思想，他的思想却可以，却可以万岁。Yeah!